Hey everybody, it's Tony from Asian Boss. Mula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imated films made by Disney, who recently just released a trailer for a live-action remake. So far, the opinion seems to be mixed, mostly on the basis that there are no talking dragons or any songs. A lot of you have asked, how is this trailer received in China? And how big is Mulan really in China? Well, today we hit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o find out. 好，你们对花木兰熟悉吗？ 熟悉，还挺熟的，从小看到大的。哦，我知道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小时候看过动画片，就迪士尼的动画片，对迪士尼那动画片。那你呢？我不是很熟悉。木兰的预告片啊，现在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非常火，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就看过剧照，对，剧照，就是刘亦菲的那个剧照嘛。 啊，你看过吗？没有看过。没有，就是现在呢，出了一个就是真人版的花木兰，迪士尼拍的，然后在明年就要上演。然后，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眼这个预告片，然后再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好吧？预告片。It is what is best for our family. Yes, 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 Graceful. Disciplined.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we see in Mulan. Okay. 就这样，就对，很短。 心情复杂，心情复杂，为什么？我因为很早一版还是因为那个动画片嘛，觉得动画片那个版本就是因为小时候看就比较喜欢那个角色，对，然后他现在这个真人版就是有个俗话说得好，就是说真人毁动画，动画毁真人。你们看完觉得怎么样啊？很震撼，很震撼。那你呢？我感觉很兴奋，那种连这个。 万马奔腾的感觉，很帅，刘亦菲。<笑>刘亦菲很帅，感觉怎么说，有一点点说像是被神化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和故事不太一样吧，可能因为拍出来电影效果会比较有特效什么的。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看。你觉得为什么会应该挺好看的？就看里面的人物，我觉得演的还挺好。你怎么看待刘亦菲被选为花木兰的演员呢？ 嗯，是个好演员，是个好演员。对，长得也很漂亮，而且刘亦菲她的外文也很好，然后她的那个舞蹈功底也可以武术，然后也很吃苦，也很挺能吃苦的。我觉得选她挺好。刘亦菲是你的偶像吗？我挺喜欢她的，漂亮呀。<笑>所以刘亦菲是你的偶像。而且人也很好。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不太符合木兰的这个，给大家的印象。 因为她一直就觉得一直都是那种新鲜的那种，因为长得也很温柔、很漂亮。然后我觉得木兰应该是一个，可能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就我觉得木兰应该长得比较中性化吧，因为她混入军队还不被人认出来是一个女生，但。 刘亦菲，我觉得她好温柔，长得很温柔。总的来说，你觉得花木兰在中国到底有多受欢迎呢？那几乎每一个人应该都知道。对，会比较知名吧，因为像花木兰就是我们小学时候那个课本里的是必修的，就会背她的古诗文什么的。就而且就是木兰其实是中国比较少数的一些女英雄，所以在中国是比较出名的。我和我妈就是。 在电影，就是把那个真人演电影，全看一遍，然后找感觉，在录取音乐。啊，所以你是演花木兰吗？之前？哦，我是这个原表演。哇，这是我们有一个花木兰的小演员啊，就是在美国啊，木兰是非常受欢迎的，主要就是因为卡通版的木兰，就是因为她的一些歌曲啊，一些角色啊，大家全都会，现在也都知道。那这点让你很惊讶吗？ 没有啊，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就是也很丰富，然后也比较悠久。现在很多就是好多美国人现在也都在学中文什么的，我觉得中国文化很值得让人喜欢呀，我没有什么意外的。好，不惊讶。
不惊讶，你也不惊讶？不惊讶，因为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木兰本身就是比较流传比较广的，本身比较广，所以对外国人，如果他很喜欢，我们也还是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开心，这也说明好像中国文化，就是老外也蛮喜欢的。是很惊讶，因为这个亚洲这种文化，能够在美国就要受到如此之欢迎，尤其是是除了中餐以外的中餐，还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刻板中国形象之外的这个亚洲文化，我觉得也至少是为这个美国的这个亚裔的一个群体吧，也发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声音。那你觉得是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就为什么木兰在国外这么火？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木兰她是个姑娘。木兰所以代表了一些这种一些比较 progressive 的一些理念吧，尤其是在以前的那么这个保守的这种中国的这个社会模式下。最后几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一个美国公司比如说迪士尼是否能捕捉到传统的这些中国元素呢？那就看导演或者这特别是导演他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化对的理解和了解的深度。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还是很大的，他要是想捕捉全部肯定不太可能，但是大部分吧，就是他还是可以 get 到那个点。我觉得不太行，因为这个中国起源的一个人，他这个内心的一个想法和素养可能和外国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演出来可能也会有差距吧。有任何办法能去，你觉得有什么推荐让他们去做得更像呢？工作人员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后期的一些就是幕后人员可以说比如说辅导啊或者那种的都可以说找中国人来啊，然后可能给一些建议或者是多听一听观众的意见。那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对这个电影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我还是希望他能把中国的就是内涵那些东西都拍出来演出来，而不是只是一个表面性的就是说花木兰这个女英雄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部电影肯定能够激励鼓舞海外的亚洲人，就像那个 Crazy Rich Asians 一样，更高就能让这个至少这个亚裔群体吧，一直是被这个媒体啊，一直被这个娱乐所忽视，能让他们找到不仅找到存在感，也能找到这种自信心。对，让他们对中国女性有一个就是认识吧。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家对中国女性的认为就是，相夫教子。然后这个动画片可能会觉得，并不是，现在这女性都出去工作，我觉得女生变化挺大的，就以前都是什么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然后现在都特别的自立。Hope you found these people's answers insightful. For more authentic insight into the latest news and cultural trends from Asia, b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as always, stay curious.